将军，曹仁将军令在下冒死突围，樊城被围两个月，城中的老鼠都被吃光了。如果将军再不发兵救援，我们就只有吃人肉了。兄弟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在此等待了20天，但是没有魏王之令，我不能进兵。 将军，将军啊，难道你想坐视樊城的弟兄们全军阵亡？想看到曹仁将军落到定军山的下场吗？将军，扶他下去。将军，扶他下去吧。将军，诺，将军，将军。<笑>我徐晃为将30年。 何曾受过如此耻辱？知道耻辱好啊，知耻而后勇嘛。魏王，魏王，你终于来了！魏王，你终于来了！ 着急了吧？哎呦，魏王，我恨不得劈自己一刀啊！你命令末将在此守候20多天，我7次侵占，你7次给我骂回来。魏王，你今天为何亲自赶来？因为现在战机已到。你看，孙权要和咱们联合。 他想吸取荆州，按信上的日子算，吕蒙此事应该在荆州城下了。徐晃，啊，末将在。听令。现在，我把我的虎贲营
羽林军，还有我儿曹彰，全部交给你。这是我最精锐的12万兵马。鬼娃，关羽号称天下第一猛将，他所统帅的荆州军是刘备最精锐的军队。现在我命令你，击败他，全部斩尽杀绝，一个降卒都不留。 遵命，不许退缩，谁都不许退。 将军，荆州军死战不降，我们三次攻入寨门，可都被他们反攻下来了。传令，宰掉5000攻寨士兵，5000督战士兵。若有退过此箭者，督战士兵立斩，攻寨士兵亡尽，督战士兵在上。走。 漫山遍野的血呀，快汇成河流了。谁的血？我军一半，敌军一半。嘿嘿嘿，好，好，哈哈哈哈！哎，流了这么多的血，杀声还没有停下来。 这说明了什么？嗯，这说明了从前那支无所畏惧的军队又复活了。等这天等得太久了。
弄得我胡子都白了。将军，情况不好了，徐晃亲率精锐冲进来，樊城内的曹仁也打开大门冲杀进来，他们两下合击已攻破我东寨。怎么，你把东寨丢了？将军，进攻的曹军都是精锐啊，我们东寨人少，兄弟们顶不住呀。混账，你守不住东寨却说曹军强悍，分明是在给自己找借口。来人，在，把这个闹钟拉下去，军法从事。好，上将军，末将并非怕死，的确是曹军人太多了。俊侯，这位孙将军一向是个直性子，从不说假话。他说徐晃率军前来，看来定是曹军精锐啊。曹军在汉中连折五阵，损兵折将好几十万，要说精锐，我荆州兵经我调训多年，那才是精锐。快平，副帅，带人去东寨，半个时辰，打退徐晃，夺回东寨，否则，提头来见。遵命。将军，将军，大事不好！将军，将军，曹军不打我东寨，现在他们去北寨了，他们都在喊。喊什么？他们喊吕蒙攻下荆州，让我们快快投降啊，将军！什么？荆州失了？失了！谎言，这是谎言。曹操战不胜我，就放出谎言乱我军心，不用睬他。文平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夺回东寨！我这就去夺回东寨。吕蒙已经为你攻下了荆州，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吧？大都督，少奇飞马传令，陆逊让大都督夺取荆州以后原地驻守，不要追杀关羽。陆逊，他在哪里？都督，请看。关闭东城门，阻止他半个时辰之后再放他进来。遵命。嘉华，在。立刻率10000轻骑出西城门追击关羽。关羽今日会要让你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。遵命。潘棋还没下完，接着杀。俊侯，我担心荆州真的失了。听说过望梅止渴吗？那是曹操惯用的伎俩，他们越是这么喊，
我就觉得我们就越快攻破樊城了。曹操用这最后的伎俩给他的部下打气。落子吧。父亲，父亲。怎么，你没拿下东寨？不，父亲，荆州丢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荆州败兵来报，昨天夜里东吴吕蒙率军过江袭击了荆州。背后捅我一刀，我燕阳城下有百十座烽火台，将士们为何不举火报警？东吴军士扮作客商过江，将精兵伏于船中，三更时突然下手，杀尽寿城士卒。南郡副使人糜芳他们手下各自有10000精兵，为什么不来援救荆州？他们这两个叛徒已经降吴。父亲，将军，俊侯，父亲，将军，俊侯。天哪！我关羽一世英名竟坏于奸小之手。兄长把荆州托付给我，我有何面目去见兄长？将军，君侯，父亲。滚平，你速带君侯赶快撤退。赏金，赏千金，斩杀关羽！李立夫，乱谋在此，这单手独臂也能砍了你，快快下马受死！这。关羽啊，虽然我胜之不武，但你末日已到，怨不动我了。父亲，将军，快保护军侯撤退，快！周仓，快走！别跑了，关羽！只要放走关羽，弟兄们给我追！周仓，快撤！拿图来，诺。徐将军，我有3000精骑，都是西凉快马，如果从这条路截过去，一定能抓住关羽。胡服乌犬子，好，斩关羽之功我就让给你了。哼，谢将军。事不宜迟，请公子即刻领兵出发。切记，关羽骁勇。你一定要小心呐、你若是擒得关羽，魏王定会大喜，你更是名震天下了。大恩不言谢，容我厚报。徐晃将军听令。
魏王传令，对于关羽的残军只追不击，对于关羽本人既不能伤更不能杀。知道了。父亲还要留用关羽吗？也不想想当年给过他多少恩典，他死也不回头。徐将军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我追杀关羽去了。公子且慢，魏王军令，你我不可违抗。你听见军令了？我可没听见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请下马。怎么，你要拦我？魏王下军令啊，你我必须遵守。我是魏王的儿子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信不信我劈了你？你就是劈了我，我也要执行魏王的军令。你问我不敢吗？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砍呢？你怎么不砍呢？啊！魏王，父王。你看清楚他是谁了吗？他是徐晃。徐晃是谁啊？是我的韩信、白起、周亚夫。他跟着我逃董卓的时候，你小子还没开花结果呢。他一个徐晃，顶得上你十个曹彰。我还是向父王请罪。向我请罪有何用？快向徐将军请罪。徐将军，曹彰罪该万死。公子，快快请起呀！张二，杀关羽容易，可是这个时候杀他，已经不是功劳，而是祸水。因为关羽是刘备的骨肉兄弟，杀了他，会招来刘备的复仇大军，这股祸水为何不引到吴军那儿去呢？孩儿知道了，只准你大张旗鼓的追，不准你靠近他百步之内。孩儿遵命。去吧。少将军。少将军，我来了。周仓，关平呢？稍后即到。曹兵离我们还有多远？曹兵只是击鼓呐喊，并没有死追啊。曹操又在使什么诡计？有没有见过马良？刚才一场乱战，四面皆敌，马先生给冲散了。我们还有多少人？不到一千了。都怪我大意失了荆州，一败涂地。少将军，这条小路直通上庸，我护着你，到了上庸我们就脱险了。逃走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不要荆州了吗？站住！你们是哪个营的？我等是廖化将军属下。廖化何在？廖化何在？廖化将军前往上庸，催促刘封、孟达发兵救援，但是刘封、孟达不肯，说君侯大势已去，现在发兵等于是杯水车薪。廖将军拔刀怒斥，被刘封手下逐出了城池，生死不明。少将军，大将军，快进麦城！撤！撤！停！都督，你看，这是关羽的令旗。
陆逊的追兵可有追上？回大都督，不见踪影。好，给我追！上将军，喝些水吧。水不多了，给吃种蚂蚁吧。三万大军吗？有知己啊，平儿。马良有消息了吗？也不知他生死如何。他劝我不要离开荆州，真应该听他的话呀。父亲，吕蒙虽然可恨，可他到底是敌人呢。比吕蒙更可恨的是刘峰、孟达，他们不但是父亲的部属，更是主公的侄儿啊，竟然拒不发兵，错失父亲软难。将军，将军，怎么回事？不好了，将军，四面八方全是兵马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是曹兵吗？黑灯瞎火的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不是曹兵，曹军多北马，嘶鸣声高亢，蹄声轻跃，外面的战机是南马，蹄声之中。平儿，是吕蒙到了。父亲，麦城三里小郭，吴军都是生力军呢，我们只剩几百兵马，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呀。我看趁敌立足未稳，我等护着你冲出去，赤兔马快，他们追不上你。哼，要想逃生，昨天我已经去了上游。开门迎战。将军，父亲。将军，你走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留下来阻击吴军。随我出战！单将军，我们冲出来了。还有多少人？还有十二骑。走，走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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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！关羽一定没有走远。看清楚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吗？天色太暗，看不清楚。此处是麦城，他身边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了，一定是往上涌走了。都督，关羽的赤兔马太快了。他的赤兔马是快，不过从樊城到这里，他们已经狂奔了三天三夜。就算是赤兔马，
也早已经筋疲力尽了，你骑个毛驴也能赶上他。好像是陆逊的声音。你让人听命，打上我的将旗，率领人马往西边去。我带着剩下的人往南继续追击关羽，陆逊准追奔我的将旗而去，明白吗？诺。诺。跟我来。上将军，吴军很快就会追来的。不要紧，从麦城出来快200里了，人不累马都累了，让我的赤兔马歇息一下。关将军，吕蒙在此等候多时了。Come on.
公子。你告诉我，总有一天我会战胜关羽，我做到了。我要用关羽的人头祭奠你的在天之灵。大都督，主公有令，不可斩杀关羽。你来晚了。建安24年冬，一代豪杰关羽被东吴所杀，时年58岁。关羽因其忠义无双，勇冠三军，为后世久久传颂。主公令，吕蒙回建业续职，陆逊驻守荆州。遵命。遵命。起立。告辞。大都督为东吴立下了盖世殊勋，这次回新都，主公定会率文武出城相迎。伯爷，不瞒你说，我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骑上赤兔马，替着关羽守机而归。末将吕蒙拜见主公。吕蒙，你勇夺荆州，大败关羽，功垂千古啊！我已奏天子，记你为征西将军、赤武亭侯。谢主公。起来吧。主公，末将有一物要献给主公。何物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关羽的首级。好，好，斩得好啊！此役若无曹军鼎力相助，徐晃、曹仁那苦战10万的荆州军，我看我们也难以大败关羽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主公说的极是。所以关羽之死应该归功于曹操。下月初五就是曹操65岁的寿辰，你即刻派快马将关羽的首级送往许昌，这也是送给曹操最好的寿礼啊。遵命。走，随我进殿。陆将军，主公谕令。将军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啊，吕蒙突发重病，主公让我即刻赶回建业议事。大都督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莫非他又要诈病？但愿太平无事吧。我走之后，你们要小心把守荆州。遵命。
主公，陆逊已经进入督府大门。子布啊，哎，先带陆逊探望一下吕蒙大都督。哦。将军，请卸下佩剑。将军里面请。见过张大人。哦。大都督的病好些了吗？阁下自己看吧。大都督过世了。嗯，庆功宴上，吕蒙忽然狂疾大作，浑身抽搐，半个时辰后就溘然死去了。医官们束手无策，至今不明原因。不是说主公召见我吗？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难道你不应该来看看吗？你不想看看大都督是怎么死的吗？陆逊呢？大都督违抗主公军令，一意孤行，致东吴于危机之中，死了也是上天报应。据老夫看来，东吴必须重整三军了。请吧，主公在等你。烈火飞舟，你必须回。